南北轩的神将，然后另外一边是何义轩的神将。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的是呢，我们何义轩的神将，然后呢，这一边是南北轩的神将，一起在淡水捷运站前面。轩的神将，然后这边是南北轩，神教，来拍水啊！拍水，拍水。真的神将互相在拜对方的神教，
谄媚，互相的将军跟对方的神教参拜，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画面。没错，两家宣社都是老字号的宣社哦，所以刚才有看到的朋友真的有福了，因为这真的是很碰运气才有的画面。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南北轩继续走哦，等一下可以有机会直击我们有静老师唱这个北管曲哦。大家看看我们西秦王爷，看不到。阿姨，妈，阿姨，真的假的？知道。一路上有很多那个粉丝跟小编打招呼，非常开心见到大家。淡水的街上，今天呢，老街变成所有镇头大会师的概念。Thank you.
轩的阵容庞大。将军 ，Hello， 将军。将军 ，Hello，Hello。谢将军也想加入大家的讨论。他刚才好可爱，他刚刚走过来，超可爱。我想带大家去看看我们西秦王爷。你五条杠用尽路啊！你刚刚就是说这些人，他们住的住的，对，一定大家在。西秦王爷很帅。今天南普轩出动200人，真的就是200人。这个队伍太惊人了。嗨，这个可爱的画面。嗨，长虹公投，放假。他们在要拍照吗？是吗？我真的没办法拍。嗨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没空再去打哟。哎，有人在拍吗？啊，有有。杨思伟丑不丑？丑！讨厌！讨厌！对不对？对！对！对！干吧！其实还没下班呢，他们乱讲的。还没下班，还没下班，还没下班，他们太累，乱讲的。哎呀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还没下班，前辈们太累了，他们乱讲的。因为大家虽然我们绕近4点才出发，但是我们下午1-2点就开始整装，然后前一天呢，有些前辈是在宣社里面忙到3-4点才回家，所以这真的有些人已经超过1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，真的。很辛苦，然后明天还有一天的正日的绕境。太刁了。
天这么萌。我们的队伍实在是落太远了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过淡水？这里其实很多观光客也都出来看热闹，特别廉价，好多观光客可以让他们看看我们淡水在地的这个传统跟文化，真的是很棒一件事。我们将军要对接，继续直击，一路上都有好多好看的。
了，现在我们在淡水妈福佑宫的前面前广场。也谢谢各位热情收看哦。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追踪哦，拜托大家喽！阿贵要拜神明了。
我们现在在福佑宫淡水妈的庙埕。来了，兄弟！干单白干的就贵啊！哎呀！东东，
下面就过啦，不管你怎样啊，停一下再过啦。没事。那后面是江。啊，过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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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面就过呀，好，下面就过呀。对，他是紫色，他的脸。哦。对对。妈妈那个红色。是吗？妈妈那个红色。真的。那黑的。直播让更多人看到哦，感谢大家。直播哦，请大家要准时收看，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的7、8点，那我们中间就会不定期的做直播。在这里先跟大家说晚安啦，活动的话应该会到今天的凌晨1、2点，那如果大家想要到现场看的话都还来得及哦。那我们先这样咯，大家拜拜。